们，赶紧来抢这个油性胶水，它不是502，它就是油性原胶，它可真的是小物件大用处啊，生活中的好帮手。它不挑材质，快速固化，保守性还好，而且它的粘合力真的是特别的强。像咱们平时穿的鞋子开胶，还有家里的塑料啊、木材之类的生活用品，如果是需要简单修复呀，它呢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定，真的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哈。刷到了你就赶紧去多囤两单，别等到用的时候再买，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它能粘软，能粘硬，还能粘家中的桌椅和板凳。这瓶小胶呢，你手中拿，你想粘啥就粘啥。咱们说着话唠着嗑，这个东西粘的就差不多。今天看看这小胶，配方巧，用量少，挤上之后不乱跑，发软不发硬，软绵绵有弹性，拧不断拽不折，这样的小胶好干活，能粘筐，能粘盆，能粘着木锤和木鱼，能粘直，能粘弯，能粘陶瓷地板砖，能粘长，能粘短，能粘各种塑料管，粘地板，粘木板，粘个开关和雨伞，能粘低，能粘高，能粘的皮鞋和皮包，